歌的时间了，所以呢，哎嗨，这是好朋友是吧？好朋友哈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哈！接下来我们剩最后首歌的时间，我们后面呢的时间会交给我们风铃声，风铃声乐团，对对对。等一下，我们刚刚有说要送巧克力给小朋友，还有小朋友要拿。真讲是没有把东西送出去，他真的不甘愿。有没有小朋友想要拿巧克力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小朋友要吗？那我们要怎么送？哦，你们要有没有小朋友会跳 Baby Shark？ 有吗？那很简单，很简单。那会来跳的，我们就送好不好？等一下、哦，我先看一下。我希望可以把那个小巧克力来送给小朋友。其实今天是2月14号，哦，没关系，就全部都上来也可以。好，有小朋友要吃巧克力的吗？有没有？有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过来，没关系。有啊，有两个，哈哈，好，来，那就 Baby Shark 好了，就最后一首歌曲，妹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妹妹 ，Baby Shark 很简单吧？只要把你的这个手指拿出来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。那今天很开心哦，可以在斗六圆环哦跟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，从7点到8点半。那后面的时间呢，要来交给风铃声乐团。那在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想要送给小朋友一个小小礼物，也预祝呢新的一年2021年哦，我们所有的小朋友、大朋友、小朋友呢，新的一年都幸福一整年。等一下有吃到金沙巧克力的呢，甜甜蜜蜜，然后新的一年一定会健康又平安哦。好嘞。那就 PA 老师，我们音乐，哎，你们要跳螃蟹舞还是那个？那有点骗小朋友，有没有？我就好，这个好，好就这个好，上凳子上，快吗？好带吗？想要跳的随时都可以出来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手在动？还有没有？妹弟也可以来啊！弟弟妹妹一起来！一下。小巧的，好鬼嘛！小巧，赶快下来！最后一首，跳起来！别怕。好嘞，小朋友可爱三连拍，好啦，剪刀，石头，布，好，送礼物，送礼物。送哎、欸，很多看我们最好是要送什么？啊，这个巧克力一样，巧克力，送巧克力，来，那个来，好，祝不是那个妹妹来，情人节快乐，谢谢。那个巧说情人节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巧巧老师你也可以来排队，不要跳全程了。好，等一下。那个。萱萱老师可以帮我开这一盒，好，可以，对，然后云心的，然后巧巧的，情人节快乐，然后萱萱快点，那盒我要送小朋友，然后我的琴都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在弹琴的时候，它是黏的，你看这样摸过去，是水，今天超开心的，遇水则发，它都是雾水，可以吗？有办法开吗？好，因为巧克力既然带来了，就全部送给现场的可爱的小朋友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最后，可以给台下辛苦的老师一个热情的掌声吗？谢谢。那也祝你们情人节快乐，也希望新的一年哦，
那要听爸比妈咪的话，认真读书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要认真读书，那要乖乖帮忙，在家里啊，要当一个听话的小朋友。那刚刚没有拿到的小朋友，来来来，想要吃巧克力的，刚刚没有拿到的，一人一颗来。好，那台上老师，我们可以慢慢收乐器了。那后面下面的时间呢，交给我们的风铃声乐团。